屏幕前各位小姑娘小小，欢迎回到我们会。今天啊，与大家一同来分享是变形金刚第四方百威出品的修正版本的擎天柱和单独包装的芋头，还有一个我个人认为是简图版本的威震天。那这三款呢，也是百威目前出的三款性价比很高的产品啊。那这一次呢，算是变相再版吧。把三款呢以单体或者是重图的方式来进行一些出品。而这一次的擎天柱呢，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之前的第一批擎天柱呢，做工确实是有一些问题。那这一次我拿到的这个擎天柱呢，他说是修正版本的一个大货样板。那这一次呢，我们就从载具人形分别来看一看这一次产品啊究竟是素质如何。首先呢，大家议论性争论性最高的啊，就是百威这一次修正版本的擎天柱。那这一次呢，我拿到的是有一个包装盒的一个版本啊，所以简单给各位来看一下包装盒呢，相比较于原来的配色好像是做出了一些微调。这一次的主体呢，我是以载具形态来做一个单独的展示。配件方面呢，分别是手持握柄式的或者是直接插拔式的。两对的一个涂装呢，我觉得也没有什么过多讲解的，透明件上面有一些银漆，但是值得吐槽的就是水口方面依旧清理的并不是特别干净。腹部的替换件呢，一对。头雕方面呢，这一次应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那这一次百威的头雕呢，是做出了一定的修改。一会儿在人形方面呢，我们简单来做一些横向的对比。整个的载具方面来说呢，相比较于之前未修正的版本呢，我觉得变形的紧实度呢，会提升了很多。整体的胶感方面呢，还是以往百威的那种料子啊，塑胶感呢还是比较重，可以明显看到啊，一些胶感方面呢就是塑胶的原色。这个地方呢稍稍是有一些中奖，前车头的部分呢是这种深枪铁色的一个涂装，底部呢有些金色的一个点缀，车窗呢是采用了白色的透明件，包括车顶灯的部分有一些银色的涂装，烟囱呢是和之前的版本一样啊，是做出了一些加长，也是与之前原版是有一定的区别。火焰纹呢是采用了蓝色的火焰纹。推车的流畅度呢，我觉得还好吧，稍微是有一点点卡色，主要集中在前轮和中间这个轮胎的这个地方呢，滚动性并不是特别强。再者呢，我遇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地方的一个卡扣的精准度呢，稍稍是有那么一些欠缺，总觉得卡进去了又似乎没卡进去。整体的骨架色呢就是塑胶的这种灰色，可以看出稍微是有一些水波纹，但是在镜头底下这种成型的效果还是不错的。脚掌的部分是采用了合金件啊，整体呢水口部分的处理啊也不算是非常的干净，多少少呢你可以看到有些地方还是有一些惨不忍睹的水口处理，但是在整体的一个载具紧实度和密合度方面呢有着不错的一个表现。整体的变形过程来说呢，相比较于之前的这个版本呢，可能会在紧实度方面呢更加适中一些，尤其是之前大家诟病的小腿这个位置的一个松紧度呢，在这一次修正版本上得以有一定的提升。接下来呢，我们就横向对比一下，直接就给大家去对比一下这个透明版本啊。之前这个透明呢也是钢索套装这个版本，那最大的一个区别呢可能就是在于头雕这一次的一个表现上啊。拉近细节给各位看一下，首先呢我先把这个头部的这个位置给它拔下来啊。之前原版的一个问题也是头雕这个地方有一些松了，那我们来横向的做一个对直观的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头雕，可以说这一次的头雕呢是有的一些进步性啊，但是进步的一个具体吧，明不明显呢，还是各花入各眼吧。我个人是觉得在下巴这个位置和这个鼻子这个部分应该是重新做了刻画，尤其是眼窝的这个部分，个人感觉稍微会更加有神了那么一点点，但是呢层次感来说呢还是稍微略逊一点。个人觉得如果说稍微做一点渗线啊，给它的颜色稍微压一下的话可能会更好看，但是相比较于最初的百威版本的头雕建模呢，个人觉得这一次的头雕呢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再者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体的这个头雕的紧实度啊，相比较于之前大家诟病百威的头雕松的一个现象呢，这一次有一定的妥善解决方式。胸口部分呢也是采用了白色的一个透明件，大家可以明显看到根部呢还是以原色透明件的这个
原貌为主，但是个人觉得不是特别好看。如果说这个地方做出了一些涂装的分色的话，可能会对于整体的一个质感呢提升了不少。胸口的位置呢是有侧面的火焰纹，细节的涂装呢还算是不错。腹肌的这个位置呢是边二的一个刻画，如果你不喜欢，可以选择摆位之前的一个替换件做出一些简单的小小替换。腰腹部的一个紧实度呢，个人觉得略微偏松一些，相比较于原来的这个配色来说呢，我觉得原版的这个腰腹部的紧实度呢可能会稍稍的紧实一些吧。这个可能是稍稍有些区别。手臂的关节方面来说呢，紧实度呢还是比较适中的。肩胛位置呢是有红色火焰纹的一个细节刻画，包括肩部内侧金色的一个涂装，手臂的平转，手肘的一个曲肘部分。那武器方面呢是搭配了两种握持模式，一个是手持，一个是别在手上的一个造型，这个看个人的一个喜好。然后腿部呢是这一次比较大的一个进步啊，之前呢大家就吐槽，就是这个版本你可以看到这个腿的一个松紧度呢实在是非常的尴尬。然后这一次的这个版本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拎着这个地方还是不会松，所以说在这个紧实度方面和模具的修正方面呢，在这儿呢是有一定的进步。再者呢，就是我手上这个样板呢拿到手，我是把这个螺丝拧松了，不然的话这个地方的一个紧实度呢非常非常的紧。所以说大家如果拿到手觉得这个小轮胎的地方比较紧实的话，建议先拧松这个螺丝再尝试进行变形。本身来说呢，料子就是一个儿童玩具的料子，如果你大力出奇迹的话，很难避免啊出现这种白痕的现象。然后腿部的这个分色方面来说呢，也就算是中规中矩了，塑胶原色，红色的塑胶上面呢是有一些蓝色的火焰纹，整个的大腿前后的紧实度呢也是简单给大家做一个展示吧。不能对标的是官方正版啊，我觉得还是稍微逊色一些，但是呢对于一个儿童线玩具，几十块钱的玩具呢达到这个素质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能接受的。脚掌同样是合金件，有一个左右的一个接地，整体的一个横向对比呢，我个人是觉得相比较于原来的百威版本呢，它还是有一定的提升。虽然呢提升性并不是说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大，但是明显可以看到对于整个产品呢还是有一定的改动性啊，这一点还是觉得厂家走心了。然后呢就是希望说厂家呢能把这个之前的版本，大家之前买到有问题的版本呢有一些妥善的处理，可能会更好一些。然后呢头雕部分呢简单也给大家替换一下，可以看一下这张口罩脸明显呢就帅很多，而且呢层次感更好。如果说大家以人形做一个搭载的话，我推荐这一次修正版本的口罩脸真的是帅上很多。那这个修正版本的擎天柱呢就介绍到这儿。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威震天。那这一次的威震天呢，我觉得区别性还是非常大的，相比较于之前百威的那种香槟金色的一个涂装加上海绵掉漆的一个处理方式呢，这一次是以塑胶原色配合干扫来完成了整体的一个涂装效果。还是按照包装盒的封面来进行看一下吧，整体的一个包装盒呢还是非常简约大气。相比较于柱子啊，老威的配件呢就比较简单，是一个有软胶材质的威震天武器。那这个地方呢是单独做出了一个分垫，可以单独做一点旋转，整个的胶感方面来说呢偏软，手感方面来说很不错啊。但是呢与威震天的这个搭载呢，我觉得略微是有一点尴尬。大家可以看到腿部的这个地方的一个凹洞啊，我始终是卡的感觉呢并不是特别的紧实，虽然是能卡住啊，但是不是很紧实的一个手感，索性呢我也就不进行一个搭载了，简单跟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载具形态的一个分色处理吧。前机头的部分呢是采用了塑胶原色，而这个塑胶原色呢本身是有很大量的一个水波纹，塑胶的这种成型色呢是偏银灰色一点。再来看一下主体方面，尤其是手臂部分，明显可以看到有这种塑胶色和大量的干扫细节啊，这种不规则的一个涂装呢确实是很官方啊，这个褒义词贬义词大家就自行去了解一下。记忆的部分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塑胶原色的成型色呢是非常明显的，包括呢它这个胶感方面来说呢，它不是枪铁灰色，它是那种灰白色的料子啊，就是灰色里面掺一点白色的那个质感，并不是那么金属，但是呢看起来又
有那么点亮银色的一个感觉，上面呢就是不规则的干枣。嗯，脚掌的脚尖部分呢，这个地方是合金键啊，整体呢摸起来是冰凉的。那腿部的一个蜜合，大家也是简单来看一下。蜜合方面来说呢，本身没有什么毛病。脑袋部分呢，我并没有按照原设计的这种方式呢给它捏进去，个人感觉呢这个地方略微会有那么一点顶啊，所以呢我就随机给它遮挡一下放在这儿了，简单去给大家去看一下载具形态。整体的载具形态呢，把玩度呢可以说更好一些，因为呢塑胶本身的原色加上一些干扫的细节呢，手感方面可能更好一些，但是呢观感方面来说呢各花入各眼嘛，所以说一切呢人形我们对比来看一看。这个呢就是之前介绍的精图版本飞机威震天，那这一次呢这个呢个人是觉得是简图版本的一个威震天，两者的区分呢还是非常明显的。从底色方面来说呢，更加金属色质感的是精图版本。可以看到金图版本呢整体的塑胶上面呢都是这种亮银色的一个涂装，上面呢做了一些海绵掉漆的一个质感，那质感方面来说呢是更加好的。但是这款产品呢也是有一个弊端，就是把玩的时候呢会伴随着把玩的过程呢会有一些掉漆的一个现象，这个也是重涂之后的一个必然的现象吧。可以看到这种不规则的这种海绵掉漆的处理方法呢还是呈现的有一些凌乱。那相比较于那这一次的精图版呢，这一次简图版本呢它本身的这种胶感呢就其实就是塑胶原色，大家可以看到底色方面呢就是这种塑胶原色，但是这种灰色呢是灰白色，也可以说是稍微有点亮银色的一个质感吧，再加上这种银色的一个干扫呢，把玩方面来说呢就是更加放心一些。关节的一个紧实度方面呢，横向来做一些对比的话，个人是觉得这一次的简图版本呢可能在手感方面啊，在这些关节方面的一些紧实度呢可能会来得更舒服一些。金图版本呢总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一玩的时候有那么一点点嘎吱嘎吱作响，它更加适合看吧，但是把玩的还是稍微略欠缺了一些火候吧。所以说呢好看的东西它不一定好玩，但好玩的东西啊有时候上手之后呢你才知道它真的好玩，所以可能把玩时候呢我更加推荐这个简图版本。那相比较于精图版本呢，除了涂装上和松紧度的一个感觉呢，两者的区分呢并不是非常大，然后包括这个细节方面的一些展示呢简单给各位来看一下头雕方面的一个细节。但是呢相比较于精图版本的这种亮银色，个人是觉得说不上来啊，莫名其妙去居然觉得说这个简图版本的这种塑胶灰色配上一些金色的一个涂装呢也不差啊，就是各有各的好吧。但是毛病方面来说呢总有一种没脖子的一个感觉啊，这个是之前在精图版本的时候我就提到过同样的一个问题，那简图版本呢也并没有做一个修正，好像是大家有一些什么小的教程可以改动改动嘛。说我觉得百威做成这个样子，这款呢可能更加适合去玩，手感方面来说呢也可能会更加的优秀一些吧。毕竟把玩的时候呢是并没有什么压力的，武器方面呢也都差不多。如果说硬有一些区别的话，可能金图版本的这个分色呢可能会更加的好看那么一点点吧，稍微是有一些分色的一个涂装。而简图版本呢整体的一个效果还是不差的，首先头雕方面的这个感觉来说呢还是可以的，眼窝的一个细节处理稍微是有些欠缺，如果红色的一个眼神呢稍微再处理的硬核一点的话可能会更加凶。那牙齿呢这个头雕应该就是直接抄的08的一个头雕，所以大体的神韵呢是在呢，但是细节上来看呢如果说再精细度高一点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脖子的一个紧实度呢就是一个球形关节左右的一个活动性，胸口的这个呈现呢我觉得可能要比精图版本来的好看一点吧。本身呢精图版本上面的这种海绵掉漆呢稍微是有那么一点乱，而简图版本的这种银色的干扫呢反倒是衬托了一些细节的层次，感觉不是那么的乱啊，所以说稍微是有一些我个人的喜好在里面。手臂的一个关节呢也会更加紧实一些，包括呢前后啊平台
这些地方呢都会有一些更好的反馈力度啊。手部的一个关节这个地方呢稍微吐槽一下啊，就是捏不紧啊，这个精图版本也有这个毛病，但是呢这次呢这个胶感呢尤为明显，就是特别紧实的一个手感，不是特别的舒服。腿部的一个前踢整体的一个紧实度呢控制的还不错，后踢侧踢的一个支撑力度呢就非常逊色了啊。大腿的一个平转屈膝做的还算是可以吧。所以说总的来说呢，这个简图版本和精图版本啊，你要看你自己的一个选择。如果说你就是好看的话，那精图版本呢还是更加适合站柜或者是站在那儿挺好看的。如果你是一个日常把玩党的话，这玩意儿啊拿过来框框变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掉漆它也不心疼。不过总的来说这款产品它也没多贵，然后这款产品的一个定价呢我目前也不知可能也不会有很贵的一个价格吧，这个就是看各位究竟是喜欢什么样的一个感觉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这一次百威的御天敌。那这一次御天敌呢，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应该和之前的分享是没有什么出处的。整体的载具形态呢还是一样啊，我上一次就说了它的密缝处理的是非常的得当，整体的效果呢在载具形态一个推车的流畅度呢也很高。那包括包装盒方面来说呢，之前的配件包呢也是单独以一个塑封袋进行一个包装，那这一次呢并没有配件包啊，这只是主体方面呢有一个展示，大家可以简单来看一下。但是它这一次配件包呢是听说要单独售卖的，所以呢我收到的第四个包裹就是百威这次预投的单独配件包，分别是一把超大盾牌一个腐蚀枪一个披风，一把大刀，这个就不给大家做一个展示了，和之前的包装简直是一毛一样，所以说也没有什么可讲的。而至于这一次的御天敌呢，我觉得侧重点来说呢简单的就是给各位看一下吧，就是会出一个单独包装的芋头，然后也没有什么过多讲解的。包括这些关节的紧实度呢和之前分享的好像是几乎无差，几乎就是把这个配件包单独拆开卖了，然后单独卖芋头的一个主体，然后呢单独再卖配件包。其实这一次的这个百威的生意做的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首先芋头单独分享的话，有些人就是想要一个配件包，他不想要芋头，所以说单独呢把芋头的一个配件包呢做出来也是不错的。那至于这一次的老威方面来说呢，刚才横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一次的老威呢我觉得更加适合把玩，手感方面来说呢更加舒适一些。至于这一次所谓的修正版的擎天柱呢也是给大家横向做的一个对比，头雕方面呢修改是有一定的好评度的，但并不是达到我个人满意的一个点，但是确实在一些关节方面还有一些手感方面得到了一定的修正，整体的一个把玩手感呢要比之前未修正的版本呢要舒服很多。看一看百威是如何处理一下之前的这个老用户擎天柱这个中奖问题吧。如果处理的好的话，我觉得对于百威这个性价比的产品来说呢，我个人还是比较期待的。那这三款呢目前的价格呢我都是不知情的，但是觉得应该价格不会很高，所以对于整款三款产品呢也是简单的给大家去做一个小小的展示，也希望本期视频呢在一些方面能帮助到大家。今天的视频啊我们就做到这儿，感谢各位的一个收看，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